投资，可见赚不少哈，而且一两咖，好，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个是真的是化妆包，而且是这个双吸牌的化妆包，对，你会二手的这二手复古那个复古是吗？哦，现在找比较找不到，对不对？一打开里面真的有一个镜子，它就真的像是一个化妆的部分哦，尺寸稍微缩小了一点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看里面的什么东西？你那买这个多少钱啊？几咖？ 出去日本买的，你说在二手店？对对对，日本的通常日本的二手店都保存的特别好，多少钱？好像十吧，十左右。我其实很少买东西，可是如果出国我就会出国去买。会有人送你吗？当然不会啊，都会自己买。 如果人家送你喜欢对方送，自己买比较开心。你说对方送，对，如果你喜欢，自己买比较开心。你说对方送，对方送，对，如果你喜欢，对方送，自己买比较开心。你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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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方送，对，如果你喜欢
你、蓝心湄、罗志祥，我算很少啊，你算很少，刚、我没有很常买，已经两三样了、欸，随便收到也有，哎、就是欸，这 K 到这不是我的错、欸，你不要怪我 ，K 到我打不开，我先看你这个眼镜好了，这只眼镜是哦，那个圣罗兰的牌子，然后，哎、欸，这只会是你的哦，这只很可以很运动哎、欸，其实这怎样运动？你告诉我，戴着怎样去运动？其实把它挂在头上，就会很。你硬要这样讲，我都觉得这个应该要配那个舞厅的水晶球那种才可以。这怎么运动？你看，害我现在来做那个明星肌群，这样就很亮啊。这是好看啦，但是这个因为我平常都穿其实比较暗色系。你真的你有提花戴哦，闷骚，对不对？五几点嘛，对不？好，这次买多少钱？你带我。一亿，忘了这个，这不贵。不贵吗？嗯。不贵拿来当赠品啊，不贵。可以啊，骗大家要吗？那么大方吗？我没有真的大家凹东西哦，待会看人数多不多，人数多的话要分享哦，然后阿辉才会送哦，哈、哦。如果没有眼镜布也可以送，好不好？加签名哦，不要跟人家讲我在凹东西啦。对，但是你要送也是一种心意。好，然后再看，打开了没？弄不开。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好。打开谁送？他卡到那护唇膏的那个袋子。这个是什么？气垫粉，哎、欸，给大家看看你都用什么气垫粉？这个，哎，呦，裂气垫粉呢？不见了。裂气，可能今天化妆的时候拿没有放进去。立马洗，立马洗，那个空空小小的，算傻大姐吗？其实你个性，你偶尔哎、欸，其实你没有那么笨，你没有，对我觉得你没有那么精明能干。其实大家都，他是那种。我要讲真，它是那种，它就是一个蜜糖，是苍蝇那些会来沾它。我讲真的哦，对它不会去沾人家。比如它坐在角落，你如果半天没有跟它讲话，它不会理你，真的。它可能会变成石像，是真的，是这种人。哎，这是那边亏了，那边亏，伊就是安尼奇瑞，它是黑无渣。无渣，好，接下来摆出去给你听嘛，好。我们现在全程台。Miss Hannah, Miss Hannah。好，然后再来这是什么？喉糖。可以吃，蛮好吃的。好，因为这有点甜，我现在对我减肥。这不甜，它是薄荷味。刚弄完假牙也不方便啊，再来。真的。睡吧。很白哎。然后我的那个经纪人说像假人，关他什么事啊？真的不喜欢假人的样子怎么样？对啊，因为才刚弄嘛，当然白。为了这节目，真的我花了百万哎，吹气啊，没破百啊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是眼药水，眼药水要带的。因为眼睛容易干，你眼睛容易干，你有近视吗？没有，但我有点散光。散光，嗯，好了，那是不像老花眼的散光。对啊，所以要配眼镜。哦，这就是卡到那个啦，那个，这是护唇膏，这是护唇，好可爱哦。这个买得到吗？买得到。多少钱啊？这个？哎，它中间有这个耶，送的哦。这中间有一个形状哎。对。对，这个好可爱哦。哎，这样卡到也蛮方便的，没啦。好。
你买搞怪，他就原本待在里面了。你不要给我怪。好，接下来看是什么？这什么？车钥匙。是什么？车钥匙啊？什么车啦？什么车？哎，谁看得懂？因为我不懂车。哦哦，这是啊。好好好，大家都知道了。是苹果都知道，啊、看。反正我对车不懂啊，因为你什么车对我来讲，反正就是车。保时捷，看搞。还有口罩。哦。保时捷口罩，哎，这下面口罩。一般的，它很薄。这口罩怎么？这怎么戴？撕开。哦，是粘在一起啊、哦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那个现在那个，哎，脸书上有很多都说明星级在戴的，你下次要看到这就是明星，我要去买，对，就明星级在戴。它很透气，真的透气，好。可是这样戴，大家也是看分得出来。哎 ，H 牌的，哎，我喜欢这个绿。对啊，对，这个绿很漂亮，这个绿很漂亮。哎，其实小小的那个钱放得下吗？台湾的钱？放得下哈。我们来看，哎呦，微风卡，好乱，还有，哎呦，你买去 Costco 啊？哎呀，我是常客，我住附近而已。盖住了啦，我都把你盖住，因为我好害怕泄露大家的那个部分。Costco， 哎、啊，你去的时候你怎么去？像我就开车去啊。像我刚啊，不废话，让叫你开车去。我说，像你去的时候，通常去的时候，你刚刚说过你不喜欢在外面跑步嘛，你是反而在健身房、嗯、啊？我是不喜欢在健身房。我觉得健身房比较舒服。我曾经在，我为什么不去健身房？我曾经有去健身房，因为我去健身房做运动的时候，有一次那个老师拿一个大球叫我往后仰。嗯，我是找私人教练哦，一对一的哦，是不是很有钱啊、哦？嗯，就是这样往后仰，弄的时候就有人跑过来说：“哎，双老师你在运动吗？”哎，我想啊，那我是不是脸很丑啊？动作很丑，就再也不去。我很在乎啦、哦，所以你很在乎教练对你的看法？别人我不在乎教练，因为我是。哦有付钱，那就叫教练去你家帮你上嘛。这样也不好，对人家家庭不好。那我的意思是说，就是说，因为我可能会觉得这个会有一点不好意思啊。嗯。那你说你不喜欢在外面跑步的原因是？因为外面跑步会有很多突发状况，而且可能会有车子啊，或者是天气很热啊。所以你一定要在，啊、所以你一定要在冷气房。嗯、公园问这个电蚊香。你要上来喽。你好罗，哎，够一次就来。我们来的地方是你最不喜欢来的，快点来，这边等你。健身房，对，你要不要来？有意思啊，换他给我的哦。快点，哎，他真的够意思哦，真的耶，真的，真的很挺。对，他真的很挺，他曾经也跟我聊过你啦。真的，嗯，他对你一往情深。Me too。好，赶快来。哦，他还有那个哦，他有那个 LV 的那个顾客顾问的名片哦，哦。不太高啊！你又有证件，我就拿。我看你今天有多少钱？我没钱，我很穷。怎么会没有钱？还不少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千。哎、欸，它这颜色真的很漂亮。你这钱包买多少钱呢、啊？八千。这个。哦，够五。美金够不钱啊？哎、欸，才300块。四百。哦，四百。四百，这个你拿美金这要干嘛？这个放很久了。放很久的意思是这样，就是之前去欧洲，去欧洲，你一个人去吗？没有，跟公司的人去。跟公司的人，通常这样讲，公司吗？没有别人，没有跟人家约在哪里。上次去是工作，哦，去纽约。没有跟谁约在哪里？没有。哦，这是我今年求的。这是什么的？财宝袋。在哪里？过年去指南宫求的。哦，我本来要去，我没有去。好、嗯，德。有人说想要。赶快来！哎，也要想念我啊！光在都说要约没对，都没约没出来。对他现在真的很难了，真的是要现在红了，没办法。对，而且有时候简讯也不回。对，叫你叫财票漏吧。财票漏，嗯。他叫财票漏吧？哎，这怪我的意思吗？过来讲啊，对啊。好，这是什么卡？车洗车的。洗车的这些卡，好。通常这些啊零钱还有看，我通常看有没有秘密藏在这里，应该没有吧？欸、其实蛮整洁的啦，蛮干净的，它里面没有什么东西。这买多少钱？哦，这个在上海，在上海、啊，在上海哦，对 对, 對，飞回来。他昨天跟我那个在上海，对。哦，你昨天跟他在上海？不是啦，我昨天跟他简讯。哦。对，他在上海，他在浴室给我简讯，他在浴室做什么？晚一点或明天你就会知道。他在浴室耶。我现在想知道，你跟我讲。一点就会知道。这买多少钱那时候？我好像几十几。女明星买东西怎样都回来看更小。可是你可以用很久。
我知道可以用很久，因为那价钱如果没有用很久的话，我也会不爽啊。对啊，当然那个价钱要用很久啊。好，西卡很好看，然后这是它的包包的部分。嗯